这个是可可啊。彪彪，我找到杀人凶手了。伤害你的人都该死，都该死，该死，死，死！他对彪彪说：“我找到了杀人凶手。”伤害你的人都该死。周可可也有杀人动机呗？周可可做冒险，周可可没进来。做药去吧，迷药。我们来到这儿，因为是他带我们。周可可今天很不正常。都该死。你自己说吧，不是我，事到临头了你还不交代，不是我，我不是你，是表表是吧？哦哦，把责任推到他，下一期再来的时候不带表表，下一期就是表表，不带表表进去了。是李大爷的儿子吗？我的全名真名是叫李儿子。李儿子，哎呀，我确实好名好名，是当时我费了好大的劲想的这个名。李儿子，查字典，对，查了一下。五岁那年，妈妈要去找可可豆的时候，然后就意外摔死了。然后我的父亲就是您，什么都没有说，他就留了一张纸，我没有办法抚养你了，然后就离开了我。好狠心。还好我有我的小姨周姨姨，她就一直把我养到了十岁，她对我像妈妈一样。所以周姨姨就按照我们周家的传统 ABB 的姓氏给我取了这样的一个名字，叫周可可。然后就后面到了我十岁的时候，周姨姨也去世了，所以我去到了孤儿院，然后就只有周表表可以一直陪着我。妈妈一直给我留了表表，因为小时候大家一直都说我就是没有表表，没有爸爸。然后表表呢是我是跟周妈妈一起做了第一块巧克力的锅，但是呢，因为妈妈离开了周可可之后，她就告诉我一定要保护好周可可，在她被欺负的时候一定要出来帮她打那些坏人。我为什么叫周可可？因为周可可害怕得罪别人，让别人不开心，别人叫她做什么她都做什么，她从来不会说不。只有我出现的时候可以帮他说不可以欺负周可可。所以表表就是可以帮我喊出我不想做那件事的那个人。周可可做啥都可。哇，这个是什么东西呀？但是我们这么快就成为朋友了，确实，对，我怕这里有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你不要这样吓我！不要来！别别别！我你在干嘛？我在适应这个量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看有没有人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看有没有人。咱俩留外边，慢点。谁留在外面？哎，我等会。我留在外面吗？是我。把这两个在外边。我还分开了。我天哪！你是谁？我老师，我老师，留下来。这谁？小宋啊？大哥，还老白是吧？快出来！我现在已经是大哥的人了，你们注意点，我告诉你们，走。是关门了吗？哎，你们是可以摘可以摘了吗？我已经摘了，摘吧，没事。好黑啊。这没有灯能开开吗？没有，我刚找找找找找找找，我们找兄弟们，找兄弟找灯吧，找，虽然说很黑。我的天哪！你怎么那么黑？这里有灯吗？不是，灯肯定是没有。我怕这里有人，你知道吗？啊！你不要这样吓我！不是，有黑不要紧，但别有人这里就行。留下来。别，我你在干嘛？我在适应这个量。你在干嘛？
我在看有没有人。你在干嘛？我在看有没有人。你在干嘛？我们离这是门是吧？这是电视，一堆电视，这是一堆电视。我跟你讲，现在只要出个人，咱俩就疯了，咱俩肯定吓死了。求你了，避开不会有人吧？太可怕了吧！灯一灭，哎，我跟留下来一样高。我有点我。我不知道我们我手里有本啊，谁敢过来我就扔他。哎，这边是通过去的，是不是？玩嗨了，在那打起来了，隔壁打起来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把找到我们得找个灯。我们俩在这，但我们得做点啥吧？嗯，想办法做点啥好不好？哎，不是，我看这些东西我好害怕。我也看，好可怕。我感觉像一个。我感觉像一个人。你不要说，你说了很可怕，因为我现在已经想得很可怕。你再说的很可怕了，这个地方就会变得非常可怕，你知道吗？那我不能就等他们救我吧？哎，你们在哪儿了？你们在干嘛？我们在这儿，救救我们！救我们呀！救救我们嘛！不是这屋还有别的东西吗？等会儿那个上面什么？都看不见。写的啥？英文字母吗？是 A 吗？这是。啥也看不见，我黑漆漆的。等一下，我好看看，这手电筒。哦，我看到一个手电筒。是吗？得救了。物资兼备。我跟你讲，上这个节目比上唱歌节目都费嗓子呀。对呀、啊，而且这里还没办法控制你科学发声。是没有什么科学发生。